大家好，你们知道吗？在格隆梦这边有一间 DIY， 但是大家不要误会啊，不是 Mr. DIY， 是 DIY Part and Builder， 里面有卖那些五金的东西。这里呢，里面什么都有卖啦，地砖啊、水管啊、灯管啊，只要你就装修用到的东西，这里都可以买得到啦。OK， 除此之外是这里是我卖索拉灯啊，品质保证，价钱公道，还给你六个月的 warranty。如果你要拿关于这个索拉灯的 catalog， 你可以 WhatsApp 这个号码。OK， 相信大家会遇到是在家里或是公司是那 aircon 不冷的情况嘛，是通常都会请一个冷气佬来清洁嘛，大概要花你100到150这样。但是不用怕，今天只要你来到这里，只要你试看这只东西。自己尝试清洁一下，这只东西原价25块，但是只要你 like 这个 video， 15块一只 ，steady 吗？OK， 如果你懒惰来格罗邦，也不用紧啊，他们有网站可以 order 啦，只要你上个 caption 按就 OK 了，他们在10K 内都有 delivery。说下我们用的 system 呢，是我们 T-Tech 所 provide 的啦，找 post system， 找 T-Tech。